CCTV 空中剧院即将为您带来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。美丽的江南水乡，不见边际的芦苇荡，曾经见证了一段血与火凝成的战斗岁月，见证了新四军与当地百姓结下的鱼水深情。昨日的硝烟虽已散去，但沙家浜的故事却留在了人们之间，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。请欣赏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。
同志们来了吗？同志们都来了。啊、你看，郭指导员也来了。主任，程书记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郭指导员，这是沙家浜镇长赵阿祥，这就是阿庆嫂。他是这儿的党支部书记，又是联络员，他的公开身份是春来茶馆老板娘，他丈夫阿庆是我们党的交通员。郭指导员，赵镇长，指导员、你们安心在沙家浜养伤，如果有什么变化我会来通知你们，马上通过封锁线。叶排长，把同志们领过来。是，指导员，鬼子的巡逻队隐蔽。我不换。为什么？小林，咱们药品这么困难，应该先请重伤员用，我的伤很快就好了。药是不多了，可是咱们的流动医院很快就要给咱们送药了。你的伤不算重，可也不算轻啊。我是轻伤员。轻伤员？那指导员带着轻伤员帮助老乡收稻子，为什么不叫你去呢？小王，来换药吧。我就不换。指导员叫你换的。沙奶奶，哎，小王，你们伤病员同志就应该听医生护士的话，可不能由着性子来。瞧，沙奶奶都批评你了。沙奶奶特别喜欢你，所以说话总向着你呗。说我向着她，我就向着她。人家姑娘说话办事总站在脸上，我就是喜欢她嘛。那赶明儿让四龙跟我们走，把小林给您留下，我们拿姑娘换您个小子。那感情好啊，沙奶奶这辈子养了四个儿子，还就是缺个女儿啊。您总说您有四个儿子，怎么我们就看见四龙一个人呢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还提他干什么？沙奶奶，您就说给我们听听。是啊，沙奶奶，您说给我们听听。
黄金雕家落，断肠掉脑残，他说是铁柱民宅飞头机枪，可怜他十六岁孩子也做牢房死亲，打下杀家房，我的儿出牢房，他得解日关，共产党就像天上的太阳。咱们穷人就不怕他们了。是啊，三奶奶，阿福，我妈叫我给指导员送点年糕，我也挣了一点，说这是对咱们军队的一点心意呀。说的对，放在篮子里，待会儿我炒一下给他们吃。小王，你大妈还等着你拿口袋装稻谷好去藏粮食呢。三奶奶，你说的那个刁老财他在哪？怎么你还想着这件事啊？刁老财死了。哎，他还有个儿子，前几年听说在东阳念书，现在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沙奶奶，小王就是还打不上窝，问到底，小王李大妈还等着口袋藏粮食呢。咱们一块走吧。沙奶奶，您又去席上了，我去洗。嗨，指导员连夜帮我们抢收粮食，我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？那我跟您一块儿去。好，走。把沙奶的稻谷赶快藏在屋后埋在地下的缸里坚壁起来。是。双城破案
我摸了两条鱼，还有螃蟹虾米呢。龙刚干完活就下湖去了，好给指导员下饭了。好了，拿来，我拾到去。甭甭管，我去拾到。三奶奶，您坐。指导员，一部分同志申请归队了。哦，都这么性急？是啊。好，叶排长，走。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，可以先走。走？上哪儿去？我们找部队去啊。找部队去？那哪成啊？同志们，上！三奶奶，我给您提个意见呢。给我提意见啊？好啊，提吧。好吧，三奶奶，您听着。那一天，同志们把话拉，在一起议论你。我家要你们离开。
旁留下一个个相若黑铁打，到那时身强力壮。到炉档里暂避一时，船和干粮我都准备好了。韩秋嫂，老赵嘴正，你们通知民兵带领乡亲们要转移出去，把余下的粮食尽可能的坚壁起来，来不及坚壁的就带着走。您放心吧，就到咱们看好的地方去，到时候我再接同志们去。好，少奶奶就让阿福和四龙送同志们去吧。船在哪儿？正西北角。一百来，正西北角集合。是，四龙啊，行船要隐蔽，可千万别让任何人看见了啊！把这点过把年糕都带上，这炉档无遮无盖，伤员同志们可怎么受得住啊？沙奶奶，我们有毛主席英明领导，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传统，什么也难不倒我们。阿七嫂、赵站长、三奶奶，你们要当心的。阿婆、四龙，咱们走。按照指导员的部署，马上行动。我带乡亲们转移出去。我带部分把没有坚壁好的去坚壁起来。快，少奶奶，您收拾收拾，我再看看同志们去。新四军伤病员也没有，你的是找中医救国军，新四军伤病员统统的捉拿。是，可我看没有什么问题，这个土匪司令在新四军和皇军中间也混不下去了，他要想吃喝玩乐不投靠皇军是不行喽。投靠皇军，我看这个土匪司令还没拿定主意，现在这支队伍还是他说了算呢。他说了算，用不了多久就得我说了算。哦，你可真高明啊。报告，司令到。好，乱世英雄气势远方，有枪就是草头棒，勾过三方来也闯了荡，老将鬼子子青红棒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新近改编的忠义救国军的司令胡传魁，胡司令。司令，
这位是日本皇军黑田大佐的翻译官邹银生先生。好，坐坐坐。司令，邹先生带来皇军的意见。好，说吧。胡司令，上一回我和刁参谋长说好了的，要在扫荡中共同围剿新四军，这回没有消灭他们，皇军对胡司令是很不满意呀。他不满意又怎么着？那新四军是有胳膊有腿的，皇军碰不着，那么就应当让我碰上吗？跟你说，我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，这个队伍我当家。这支队伍是你当家，可是皇军要当你的家。司令，黑田大佐要消灭咱们这支队伍，多亏了邹先生从中帮忙啊。帮忙也不能光用话填和人啊，咱们这个队伍要钱要枪要子弹，这些倒是都给咱们准备下了。咱们要是谈妥喽，皇军命令你们驻防沙家浜。司令，这可是个鱼米之乡啊。老刁，那沙家浜是共产党的地方，那新四军可不好惹呀。胡司令，皇军也不好惹。司令，有奶就是娘，背靠皇军咱们干他一场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。好，你赢没认。还有个小条件。他怎么那么些个条件呢？新四军有批伤病员原来隐藏在沙家浜，皇军要求胡司令一定把他们抓到。这没问题，我包下了。既然你一块打共产党，这是个小意思。来人，走，传我的命令，今天下午对我开进沙家浜。退。您这回是明靠蒋介石暗投皇军，真是左右逢源，曲线救国呀。您可算的是当代的一位英雄。他明也好暗也好，还不都是你刁参谋长挂的钩吗？这回到了你的老家了，你可以重整家业，耀祖光宗。哎，就是我这强龙也压不过你的地头蛇。彼此彼此。慢着点儿啊。哎，大庆嫂，谢谢您一路上的照顾啊。没什么，理当的。看要他们糟蹋成什么样儿了。大庆嫂，你们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咱们大家伙帮着收拾收拾吧。我自己来吧。好，哎，我回去了。回去了，慢点走啊。大庆嫂，我们也回去了。搀着爷爷点啊。大庆嫂，我们也走了。你也回去了，搀着妈点啊。Yeah.
病员同志们接回来了。对呀，四龙，哎，咱们这就走。走。好。这次日本鬼子前脚走，他后脚就到了，怎么这么快呢？看见他们队伍了？瞧见了，有好几十个人呢。好几十人，头上戴的是国民党的帽徽，旗子上写的是忠义救国军。忠义救国军，国民党的帽徽。听说刁德一也回来了。刁德一是刁老财的儿子，你再去看看。哎，胡传魁这一回来是路过是常住还不清楚，伤病员同志还不能接，咱们得想办法给同志们送点干粮去。我去预备炒米，我去准备船，要小心。哎，你要慰劳慰劳我。你干嘛抢东西？抢东西？我还要抢你人呢。阿信嫂，得了得了，本乡本土的何必呢？来这边坐会儿吃杯茶。怎么着？掌柜啊。啊，司令这就来。你在这干嘛呢？哎，这不是老刘吗？啊，静嫂，我现在当副官了。哦，当副官了，恭喜你呀！老没见了您的好啊。好，吊三儿，都是自己人，你在这闹什么呢？是啊，这位兄弟眼生的很，没见过，在这跟我有点过不去呀。吊三儿，这是阿庆嫂救过司令的命，你在这儿胡闹，司令要是知道了，你有你的好吗？我不知道啊。阿庆嫂，我刁小三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别跟我一般见识啊。没什么，一回生两回熟嘛，我也不会以官仗势背地里给人小鞋穿。刘副官啊，您是知道的。哎，人家阿庆嫂是厚道人。快回去吧，他还抢我包袱。包袱？他哪能要你的包袱啊？是跟他闹着玩呢是吧？啊，哎，闹着玩你也不瞧个地方。拿着，要谢谢。快回去吧。廖三，去接司令参谋长去，去吧去吧。阿庆嫂，回见。回见，待会儿过来吃茶呀。阿庆嫂，啊，他是我们刁参谋长的堂弟，您可得多包涵点。没什么，刘副官，您快请坐。哎，待会儿水开了，我就给您泡茶去。您是稀客，难得到我这小茶馆里来。阿庆嫂，啊，您别张罗，我是奉命先来看看司令，一会儿就来。司令啊，就是老胡啊。哦，老胡当司令吗？对喽，人也多了，枪也多了，跟上回大不相同，阔多了，今非昔比，鸟枪换炮了。那好吧，刘副官啊，一眨眼的功夫你们走了不少日子了。嗯，可不是嘛，这回来喽，可得多住些日子了。这回来了就不走了。那好吧，要在沙家浜扎下去了，司令部就安在刁参谋长家里，已经派人收拾去了。司令说先到茶馆里来坐坐。司令来。哎，阿庆嫂，说您当司令了，恭喜您呐。你好啊。好吧好吧，哪阵风把
您给追回来了。俺们兴隆混得不错吧？托您的福，还算混得下去。好、哦，您这边请坐。哎，我来介绍介绍，这是我的参谋长，姓刁，本镇财主，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。参谋长，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，参谋长树大根深，往后还求您多照应。是啊，往后你还真得多照应点。好说好说。您请坐。阿庆呢？还皮呢，跟我拌了两句嘴呀、啊、就走了。这个阿庆啊，就是脚野点，在家里待不住，我上哪儿了？有人看见了，说是在上海跑单帮呢，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，不回来见我。好啊，男子汉大丈夫是得有这么点志气。你还夸他呢。阿青草，我上回大难不死，才有了今天，我得好好的谢谢你。那都是您本身的造化哟！您瞧我见过了说话了，让您二位这么干坐着，我去泡茶去。您坐，您坐。司令，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？哦，你问的是他。想当初考试的队伍才开征，中才有十几个人，七八条枪，一皇军追得我昏头转向，多亏了阿庆朝，他叫我水缸里边把身旁，他那里替我洗罪，便不太像不是一样。攻走了东洋队，我才琢磨他们一场是这样，救命之恩忠臣不问，出谋两人也记住当宝长。小事儿，您别净挂在嘴边上。那我也是急中生智，试过之后，您猜怎么着？我呀，还真有点后怕呢。参谋长，您吃茶。哟，香烟旺，我去拿烟去。您坐。我是本地人，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呢？嗨，人家八一三之后夫妻才来这儿开茶馆，那个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，你怎么会认识她呢？哦，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。怎么，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？不不不，司令的恩人嘛。你这人呢？好，请抽一支啊，胡司令，抽一支。好，抽一支。
家不会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抬头不悲有不梦康，他身体不应有不娘丢得意，到底什么鬼花样？他们到底是姓姓还是姓张？我敢要旁敲我侧击向他嫂，真不愧是个开茶馆的，说出话来滴水不漏，佩服佩服。胡司令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就是这么个人，阴阳怪气的。阿青嫂，你多心了啊。我倒没什么。哎，我说老刁啊，人家阿庆嫂救了我的命，咱们大面上得亮得过去。你干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，叫我这辫子往哪儿搁？你干什么？你不是啊，司令，这位阿庆嫂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胆大心细，遇事不慌。咱们要在沙家帮救助，搞曲线救国，这可是用得着的人呢、啊、就不知道他跟咱们是不是一条心。阿庆嫂自己人，那要问问他新四军和新四军的伤病员，他不会不知道。
就怕他知道了不说。要问呢，得我去。你要去啊，准得碰钉子。那是还是司令有面子吗？胡司令参谋长吃点瓜子儿了。好好好。这茶吃到这会儿，刚吃出味儿来。嗯，不错，吃出点味儿来了。阿青草，我跟你打听点事儿。好、哦。凡是我知道的，我问你，这新四军，新四军有有司令何须一把枪，死的都不过一多心思，中国新四军。中国有伤病员吗？有，还有一些伤病员，伤势有足又有轻。他们都住在哪儿啊？我们这个镇子里，家家不过心思鬼子人地生疏，两眼一抹黑，这么大的沙家浜要藏起胳膊人来，那还不容易吗？就拿胡司令来说吧，当初不是被你阿庆嫂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放水缸里这么一藏，不就给藏起来了吗？哦，听刁参谋长这意思，新四军的伤病员是我给藏起来了，这可真是啊，听话听事儿，锣鼓听音儿。照这么看，胡司令，我当初真不该救您呢。阿庆嫂，别半儿了，别不，胡司令，今天就当着您的面，请你们弟兄把我这小小的茶馆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搜上一搜，省得人家疑心生慢鬼，叫我们里外不好做人呐。老刁，你瞧你说句笑话嘛，何必当真呢？阿青草，参谋长是开玩笑。胡司令，这种玩笑我们可担当不起呀。司令，新四军伤病员没有走远，就在附近。在哪儿？看，很有可能就在对面的芦苇荡里。芦苇荡，不错。人员有，让芦苇荡给我搜。是，看着，不能搜。司令，
你不是这里的人，还不十分了解芦苇荡的情景。这芦苇荡无边无沿，地势复杂，咱们要是进去这么瞎碰，那简直是大海里捞针。再者说，咱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那可尽等着挨黑枪。咱们要向皇军交差，可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呀。依你怎么办？我叫他们自己走出来。大白天说梦话，他们会自个儿走出来？我自有办法。来啊，走，把老百姓给我叫到春来茶馆，我要训话。哎，叫老百姓干什么呀？我叫他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。捕鱼捉蟹有什么名堂？每只船上都派上咱们自己的人，叫他们换上便衣。那新四军要是看见老百姓下湖捕鱼，一定以为镇子里头没有事，就会自动走出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搁船上一起开火去吧。就真有你的老刁。好，老百姓好，我听话。坐好。干什么呀？喊出来干什么呀？坐好。干什么？说不上去话。乡亲们，我们是中义救国军，是抗日的队伍，我们来了。直到现在你们很困难，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慰劳我们，也不怪罪你们，叫你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，按市价收买。我们不去。长官，我们不能去呀，要是碰上日本鬼子汽艇，我们就没命了。住手！大家不要怕，每只船上派三个弟兄保护你们。那也不去。不敢去。他妈的，谁敢不去？不去，枪毙！情况不为人不把人忙。
枪。为什么呀？司令，那新四军要是听见枪声，他们能够出来吗？你怎么不早说？丁小灯，走，把带头闹事的给我抓起几个来。是，杨宽，走，所有的船只都给我扣了，我都把他们困死。现在干粮和药品都没有了，这可是个大问题呀、啊！嗨，咱们干嘛到这儿来呀、啊？待会儿还不是留在沙家浜给敌人匹配一下呢？对，你们这些想法都是蛮干，要拼也得等待命令。指导员不是叫咱们修炉子吗？走，先修炉子。
来看望，这正后看起来看过了，伤口是有点恶化，不要紧。他主要是打摆子、发高烧，再加上饿的。给他吃过药了吗？奎宁没有了。重伤员怎么样？伤口都有点恶化，药也快没有了。指导员，药品和干粮可都是大问题啊。是啊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。小王，小王，你好点了吧？同志们，你们看，我不是很好吗？小王，你一定是饿了。我这儿还有块年糕，
你把它吃了吧。不，小王，你就吃吧。同志们，指导员把干粮主神给众伤员吃了，指导员你吃了吧。小王，同志们，药品和干粮都是个大问题呀、啊、我相信地方党会千方百计的想办法，群众也会来支援我们。看来目前党和群众都有困难，不能马上来帮助我们，那我们怎么办？难道说我们这支有老红军传统的部队就被这小小的困难吓倒了吗？不，我们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，哪样的困难都战胜了，我们也一定能坚持下去。对对，报告，湖面上发现敌情。哦，继续坚持。是，铁班长。哦，带两个同志到前面警戒。是，你们两个照顾重伤员。是，同志们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是撤退，刚才响了一阵枪，现在又发现汽艇。汽艇只有日本鬼子才有啊，我看还是先派两人过湖去侦查一下。对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林大根、张松涛到，你们两个划船过去找沙子龙或者阿福，不要去找阿庆嫂，她的处境一定有困难。了解敌情以后，顺便弄些草药，你们要小心谨慎的进去，悄悄的回来。是是。令人改装划船，劳顿难珍惜树下大船。寻来草药一并换，弄清敌情就回还。同志们满怀信心将你们盼盼望着胜利归来的侦察员，让我敌情做判断，我们就有主动权，进退出没都领便，好与敌人敲钩船，让与归队在前站，我要兵东进把你见，张虎今天红旗战，你举手空打去吧。只要我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，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，往往有这种情形，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。同志们，困难
去等等。等啊历代你要等